我现在法身到处都有啊，真的，我的法身到各处去度众生啊。这个韩怡师姐也是我的法身度来的，是不是？是。他是空心母，他可以唱这个空心母的歌给你听，你会唱吗？要哪一种的都可以弹。好，拿麦克风给他。都可以吗？哦。阿扎拉根扎拉三扎阿根阿根那扎伊呀伊拉萨格那嘎门扎达嘎伦扎拉萨格那阿拉嘎那扎达尊那拉萨格巴达翁阿拉嘎赞伊呀达干布拉嘎伦祝大家，谢谢师尊。好，他会讲空心母的话，讲天语，天上的话，你没有想到吧？对不对？好吧，麦克风交还。啊，谢谢你啊，谢谢你。真的，最近几个空心母来哦，一个一个，而且他们是排班来的，也不会重叠，也不会好几个空心母一起来。真有时候是像上回啊，啊丽辉，啊丽辉来过了以后，又是小芬。那小芬来过了以后啊，又是韩语，那、啊、你们是联络好的吗？怎么一个一个来，不会一起来呢？因为还有好几个空心母，这个韩语走，又会来一个空心母，他也能够讲空心母的话。他们每一个空心母都会讲空心母的话，你说奇不奇怪？真的，两只老虎，两只老虎跑得快，跑得快，一只没有眼睛，一只没有嘴巴，真奇怪。真的是空心母哎、欸，它轮流来的，有的是。这个新加坡来的，有的是马来西亚来的，韩语是台湾来的，哎呀，真的，而且每一个人他都教会他会讲空心母的话，每一个人都教会他，他可以看得见，他是基督教徒哎、欸。他是浸信会的，你很早的时候有受过洗吗？没有。你没有受过洗？没有。但是你怎么懂得圣经那么多？他看过耶稣耶，对不对？对。你看过耶稣哦，他还看过很多的天使耶，看过耶稣，看过天使哎，他真的是看过耶稣，看过天使，真的。你的朋友很多都是那个基督教徒嘛，哈、哦，浸信会的是吗？嗯。真的，我们出不了 school 真的很奇怪、啊，有够奇的啦，怎么会出这些怪物？真的，他们都可以看到法身呢、欸。
还有那个凯蒂也是空心。凯蒂你们记得知道吗？知道哈，他也是空心母。所以我讲哈，度了八大空心，度化八大空心，这都是很真实的，所以是出了 school 是真。随诸法究竟镜像，而随所应而现其身。啊，师尊的法身也是一样，随所应而现其身。啊，度化了很多人，还有南众，啊，不是泰国的莲花木兰，啊，这个多伦多净印雷藏寺的莲雄。上师啊，另外还有这个谁听过我说话的声音的，应该在这里吧，他可以听到我讲话的声音啊。管这个摩根呢，你出来讲一下，你有听到我的声音吗？现在不是现在刚刚有啊，不然你们怎么走出来？现在听得到。我就听过一句，是说我在很想念师尊的时候，心里很乱的时候，突然冷冷的一句，师尊讲一句话提醒我，师尊说你还有烦恼吗？那句话还带有师尊的口音，我想说这不会是我幻想的吧，从台北想师尊想到精神有点幻觉。我来跟师尊确认，师尊说对，对啊，他听到我的声音啊。另外还有郑明昌南仲，我就住在他的家里，我的法身就住在他的家里。那个我们的律师啊，去过他家嘛，哈，他家非常大的，所以房间很多嘛，哈。对。所以我住在他那个房间里面，没有人吵我。郑明昌，他也可以知道，我就住在他家里。是有感应的，真的是很奇特，都是很奇特的，是随所应而现其身，这个就是也代表了这种意思，是菩萨心。哇，才讲了这么一段，时间就那么晚了。